一清，我帮你，我当你家教。教你啊，会长。我帮你家教，我看你哪里不懂。我看你哪里不懂，我看你是不懂哦。我看你是不懂哦。不少钱，够半年吃，三百斤回来。要大大呗，大只，要大只。大只啦，细只。哎，细只。都落。伊要说。细只，你爱土生土长，有这大胃。听讲没？大水胃。细只无啊，细只无啊。无啦，大只唔吃，吃细只啷个啦？吃细只，吃细只无方。看我这，这大只无啊？吃啥？大只是。嘛，可能卖一斤就四啊五只嘞，一只一公斤嘞，一只一公斤银半重只，啊，看下只，台湾卖只了只，三百了只，三百了，只三百啦，三百，来，卖只三百只，三百块，赢了，只三百，这只啊拢卖三四千的啦，只啊卖啦，只只三百嘞，赢了，来三百块，三百只，三百了来，三百块只，三百，三百块，三百块只，三百，大个啦，只公斤了，公斤银半重只，三百块块哦，三百块块来，五百块来，五百。来，谢谢。不接不了来，你下次要留300是不是？阿力，阿力，你要留一份300是不是、啊？你要留一盒还是留？还是900？哎，不来下来，来。200哟，200啊嘿。不来下来，不来的。你根本看你这种书没来，这一米八或两米三百下来，不来下来，你包来，你包来，你包下来，你包来，不来我就不下来，你包出来。不要你要一盒 OK 啊，这个只两百分，因为你拿 一份的话我觉得看不懂，因为他一开始是卖900块，好，等一下帮你留300，不要你要一盒 OK， 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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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你包你包三包钱，你包两来，才五包钱，你包100块留来，你包来，500块留来，500块你包来。来，又拿过来。啊，不来一个，不来一个啦。啊，不来一个，啊，等下还要一个，还多一个。啥物啊？还要一个。还要一个来，咱五百米到来，你加加落去，我来起来，来。来，正好一斤，快去来，正好一斤，我赶快来，一个来，一包来。河虾留留一盒下来。一包多一斤，快来。河虾留一盒下，好。哎呀，正好一斤，我快多来。下来，一包下来，一包。等一下哈。不要下来，一包。来，一包来，一包。来，一包来。不要来，一包呀！不要一百块来，一包来。100块钱，不要一包。来，一包下来，一包。会几万啊？够有。好，这要买几只？这几包？买一包呀，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不要不下来。等等，我拿上来。不要一下来。一包钱，一包来，一包两斤，三包钱，一包来。OK。100块钱，一包来。要几个朋友也接了过来啊？不要奇奇怪，不接嘛呢？没啊，系啊。啊好，关机。你管钓虾啦，钓就像你在巴沙鱼啦，你啊铁板烧吼，买罐铁板烧吼，香鱼，香鱼，香鱼一箱，这里应该不到一箱吧？包三百，这里300，香鱼这里三，这里三百，百，不是包100，你包100，你很包。200块钱，剩这香芋剩个香芋剩这里而已，300块。一箱500啦，然后刚才有人拿一半300走，所以剩300。有没有来？我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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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哎，进来有无？进来有无？无了，我先去帮你开。我帮你开，帮你开，我帮你开啦。你我帮你开，我帮你开，我帮你开。你唔免惊，开着，有事开着就开着。我以前还分开。花枝丸啊，花枝丸哦，花枝丸无可以去医院度啦，都可以疗下来，可以疗下来，可以疗。你介绍这对大会医生，可以上简单啦，可以上简单，等于用大火快炒尔，炒炒炒只青菜，炒几菜炒，炒到就算。哎呀，现在超市将会百二两百二一次，哎呀，现在两个来两百六块，三来五百幺两两包，五百将来超市咧便宜个起来，容易个咧，只要来我来，现在拢来两包，拜拜，超市来两包，来，来，来，两包先。来给你，来，这是我来，来，把这个笑来，回去聊来，这条鱼留下来，回去聊来，今天一包，鱼来吃来，现在，我现在把回家买来，看一包，一包留来，来，来，来洗来，我要来，一包，一包过来，两百块过来，一包留来。香雨剩那些，香雨剩那些，香雨剩那些三百块。香芋剩那些，剩那些而已，三百块。简单，你买回去，你就洗飞机安尼尔，就简单嘞，你就洗飞机吧。哎，你就洗飞机吧，你就用菜安尼尔。哎，现在两百块啦，两百块哦，先买四十块，两百五十箱，无哎，两百块，几只块？好，两百二，哎，蛮少的，来多少？花枝丸一包，花枝丸一包来，留了留了留了。他要直接拿，他要直接拿。来，不给来来来，是留的那个呀。接下来不给来来，等会。花枝丸我没有留啊。来，谢谢。我没有留花枝丸啊。服务员，不下来。服务员，过来过来。服务员，不下来。来啊，过来不接。服务员，下来。服务员，过来过来。不乖乖电脑来。来。来啊。阿姐。我拄仔跟收银员，有啲问题，我落收银台跟收银员。这是你忘记了。四百块，对，我有帮你留一份牛小白，九点到 ，OK。九点九，何况我有帮你留。下面我会员啦，下面我会员，来定的，来定价哦，来我会一百块，就会留一百吼，就我那得五百号来，就我会一百，就我那提钱得五百。阿姐，九号你要吃，我这无来，你几钱了？你几钱了来？阿姐，我现在卖五百、四百、三百，阿姐。秋秋好。两百块啦，现在包来，两百块现在包六来。昨天就问八六来，不是八五来。好来，早安早安。再见，昨天见八位，昨天见八来见八位。不客气，那个大小应该可以嘛，对不对？那个厚度可以。来，和风那个厚度可以嘛，对不对？我见八位见八位，我见不见？这个脚我会一般。你应该有看到那个厚度了。相片我见嘞，能到后过来八六来，用几六？你几件衫我见三五九来，两百过来八六。你八号啊？你八号见你八七，你八六。哎，自己上家好叫，上家好少你袂食，廿四廿三，三来一千就袂有滴了，四日就袂五十吧。OK OK。买好来，五百块啦，五百五，两百块买哦，来，五百块钱两百，五百块来包，五百块钱，五百块钱两百块，五百块钱包，过来我几包，过来我几包，五百小四百两，买好来，我就无好来，再来就买几片来，过来两个最好贵的买好来个。出来两个就小家庭呀，像小家庭啊，对呀，小家庭就是讲两阿婆啦吼，啊，嘿呀，啊，生肖十挂个呀，嘿呀，小家庭啊，嘿，两阿婆是十几个安尼啦，小家庭啊，对嘞，不是呀，两百六，两百块，两百块，两百，两百块，两百块，两百块哦，两百块，两百块，啊，一百六，五百，一百，嘿呀，四阿哥啦，四阿哥，拜托，你当时你若不来，我另掏两千五来买呀。左下鱿鱼左卖，你说这个鱿鱼脚、章鱼脚，你说章鱼脚，章鱼脚一份三百啊，章鱼脚一份三百啊，一整只鱿鱼，一整只鱿鱼，整只鱿鱼没有一整只的鱿鱼啊，没有，这是套套，这不是鱿鱼。我就睡下，你敢睡下？你要章鱼脚，章鱼脚你要旅游一份啊！五百，要不？章鱼脚，我好像五百，我几块？我叫师姐，买五百来，五百，我留留着。这哦，比较好啦，那拜托的，比万万一比出出去的，哦，那那我们再偷偷过来。啊，偷你没结婚呀？好。是的。我这把钱，我包好五对回来，还是来钱？这里月里月，两百块五百，小姐，五包来，来，五包钱，五包，来，几块钱？
这个我要求你下来，你休息一下，你爸来，休息一下，你爸来，你爸下来，你爸来，你可以过来，过来，都可以，你可以来，来个，立马备好，来，来，你休息下来，都过来，你休息下来，你可以过来，过来，到我家里过来，没问题，这就，就这样嘞。来这个呀，卖木来木，木就上面就来。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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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你的。有一个线，包，这我有一个蓝包，这我有一个线，包，这我有一个线，包，有一个线来，就来，来，九十，来，直接，直接，到了，包，包完了，你包过来，你包，你挂住，我呀，再过来，你快，你快来，这样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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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直接，来，直接，这个线，快点，这个快。章鱼脚啦，章鱼脚嘞，就来，接下来，接下来，海产就海产就鸡产就菜啊，就海产，鸡产就平话，平话鸡产就等猪肉生命，等猪肉生命，看这样猪肉生命，你不看我超市讲回来去，超市讲回五十两，回一百，讲三讲四又上，喂，五百都到上，一百了，一百，一百，来，一百来，一百，四十八上，一百块，四百，四十八上，小姐。来发，下几个方向？这样就交一交了。进来，发下来，来，进来，来，海带是这边，海带是这这兄弟几只菜哦？嘿，这海菜哦，海海菜种物件哦，走人几只，走人几只就搞袂歹，特别大乌龟，特别大乌龟啊！嘿，是啊，这现在笑啥？我无笑啊！现在都电啊，想想头啊，嘿，特别大乌龟啦！在讲神经炎，炎呐炎呐，迄种炎。甲状腺发炎。甲状腺那个。哎呀，甲状腺够未增增大啦，啊，十波时间无太增大，十波。十波，十波，十波，十波。再发现一波，四十波啊，真正是走人去食，真正海产去食过吼，走人够未当乌龟唔是真诶，一发现一波，一发入来，一百块块吼，一波四十发现，食无你二好尔，一百无你二好尔，去食哦，走一定走五里人来食，就无人食。包完哦，四百块，四百块，四百块，包完，包完，包完，五十块。五十块，你搁卡十粒了，卡十粒了，五十块。张小来，张小来，这么些张，张小下来，多嚼用嚼，不要多卡健康，不要多卡健康嘞。秋季的吧？啊，我讲你儿童医疗，不要多卡健康啊。喂哦，喂，没劲了哦，哎，给我，没劲，没劲了哦，没劲，我现在哦，为了健康，为了健康。为了你吃古毛龙，叫金豆烤鱼，烤要都要不能进。哎，三百六百几来，三百来，三百来。老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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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进来，三百来，三百来。好，邱杰克帮你留了。三百来，三百块，三百进来，三百来。你豆烤先搞你老粉了，哦，安德林，切，没有，切哦。我唔是讲做啥钱啊？做干部，不要做干部，你做公司。来，来一下。你叫伊打数，伊就知影。哎，对啦，这样。来，这样包，包这样包，包。来。怎么分左脚右脚？我教你们哈。哎呦，来，我这样。你就，你就喊一二一二，一二我尾巴尾，一包尾。一动起来就是左脚，二举起来就是右脚。我来，一二一二。哎，这样好。如果你今天再用这个。你看，我有你贵钱，不要钱，你包我，你包钱，我爱买，你一两块钱你包，今天不包贵钱，你包我，你包钱，包我了啦，包我钱，我就讲给你买，包钱，卖开三百，你包了，一百块钱，你包我，我钱，你包我，你包两斤，你包四斤，四斤我给你，你包我下来，你包下来，你包下来。小杰克，你的章鱼脚帮你留好了。好。我钱，不包钱，你包，你包来，你来收。包起来，包来。来。啊，无啦，你包包起来，你包你包起来，再包两百，你包好来，你包来。我来。包你包起来，包起来，你包你你包，我就是我叫你包起来，叫他给我就这样包，你包好来哦，包来你包，还是就为不包包，不包起来，一包一包起来包，包你包来，包起来，包起来我了，就这样来啊，咱这个咱们红山哥，就咱们五千一号来，这样包来就白过来，你叫亲戚我包我，包起来包。来，包下，来，再过来，来，我过来，我这我这我们来，来给你，来这边来，包，没有人要留额啊，吓死我了，来，包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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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一百块包下来，我包下来，这几年我来包下来，这几年我自己包来下来，这几年包下来，这几年这个几年下来，把这这包下来，这包下来是。按爱心有啥功能？我看不到哦。你们按爱心我看不到。你们按爱心我看不到。哇，公公不打架架哦，不打，不打架是假。干嘛站？小智，你干嘛站？叫你不认真。我不能不要背你呀。没有。你不认真。不要背。哈哈哈哈哈。你公公不打架架，你打架架架来了，打架架。讲我来，以我年收海底嘢，台湾水已经很好水啊！一日前头一天我十二块，今只尾大概大概八三，只尾八三两尾二啦，两尾三就真系，四尾我就上真系，五百六，只五只系五百六来无啊，一个包来，五百真系五百。你们按爱心就是对我做心肺复苏术。我做个爱比较济啦，真系五百六来，一个包真系无啊，五百真系乖乖来五百。鹅啊，留两包。鹅啊，没了哎。上班前。鹅啊，没有了。弄我哩五百，你嘛不嫌钱济。鹅啊，没有了、哦。我把现在这几项，好不好？这几项我把来。来来，哎呀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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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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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我今天没有鲈鱼哦，今天买丝木鱼哦。哎，大块，你也是先，大块哦，八超市，哎，啊，饲个大鱼，不知哎，真正啊，老的无饲的，鱼也无饲，从来无骨头是歪哦。鱼也无饲，从来根本无骨头，那无人会，不然我哪活了？真正。我跟侬讲，伊啊吼大只吼，把粗把饲个大只，还食还食这个细只，哎，这种个大只真，赶快来五百只，这个有刀好食真，四百八有鱼啊真，赶快来三只四只，这大只真五百，这六只来赶快五百六，五百只来五百，来只五百七只我哩五百八只我哩五百啦，今年阿哩无搞起事，我不哩要几只，我只想买买。对，一个不搞骗，不讲那牛，不讲牛啊！你讲几只？对的对了，哈哈哈哈哈！怎么回事？到十只，怎么回事？我看个话，几只？要吗？等我过去查你，是话西楼啊？进几招？我话一下，你先来来，我先来背下来，背背下走来，我话来，我话来，来多谢，回来后边几个啊？后边几个来？后边两个话来，我听我这，我听我这，我上上来，我上上来，我上上来。应该保洁讲收债，讲大只食袂落啊！啊，八只就食落去啊！系啊，八只半年，你上上，你七只三百六来，啊，八只你八只三百六来，你阿母啊，你个熟来，来个啥来？食几块来？食几块菜？你食几块来？食几块菜？食几块？我讲你阿食够唔到，食几块？你食一斤，你八斤你食袂下一斤，我只要做有只有上汤来，你家就我做汤。哎呀，真系！你外口有做超市，一条一条卖是，一条卖八三，一条八三，两条几啊？真系贵着真系，贵着真系，真系我四块钱三包，三百两啊，真系三包。几块五条啦？五条，五条嘞。一条呀，一条呀。这几条百两啊，真系。来。好，不要欠你了，谢谢。来，五包来，这来这边，不要几五包来，不要几五包来。来，系。一条块钱来，五包真系。来。一条块钱来，五包，不止真系五包六来，五包真系五包六，五包真系五包，五两五包真系，五两五包。喂，就喂，无你喂，喂三条真系三百零，三百块来，三百零，三条三百，两条两百，两条两百，一条一百。有没有冰箱？啊，卖贵啦，卖钱啦，拢免钱啦，免钱啊，拢免钱啊。冰箱票。卖冰箱票，你给拢免开的。好啊。过来，过来。再来喝。反正有，反正应该无几多人。我要买。过来，过来。哎呀，你有几双啊？你有几双啊？你有几双啊？你看，你看，我算是管你讲的不准，剩下的丢了。不是啊，
提起来话，你不要就停留你讲话，有几条？两条好来，那是我，那是形容定义，地头前你讲话无尊重啊，对不对？很抱歉，对了，来，现在两点零八，一点八现在，一包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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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包。那个虾仁蛋的嘿，民政局，民政局不是大陆在讲的话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只是远在中国。民政局不是大陆在讲的话吗？你报名可以下来。台湾有在讲民政局吗？他们有没有？有啊有。报名来，那个要去拖龟，三只头头，三只鼻往来，一米八，一米八，两米八。台湾不是讲民政事务所。